Hello， 我是 Kylie 啊。平时上台英式下午茶，梗系唔少得松饼啦。今次为大家介绍嘅呢间松饼网店，佢哋嘅松饼仲可以加埋麻薯添。首先试下呢款焙茶无花果麻薯松饼，用咗日本正江焙茶，仲可以配埋焙茶酱或者无花果酱一齐食添。跟住试下宇治抹茶同埋白雀茶麻薯松饼，茶味浓郁，仲有烟韧麻薯。试埋 Lotus 松饼先。好香焦糖味，点埋 Lotus 酱食更加邪恶啊！另外仲有特龙可可海盐朱古力麻薯松饼，可以食到粒粒朱古力碎，口感好丰富。试埋新推出嘅开心果松饼啦，食落好香果仁味。呢款黑松露松饼都系新口味嚟噶，用咗意大利黑松露，超香浓啊！click 入内文睇边度买啦。Yoo-hoo！